OK， 应观众要求，我们直接抽，不用密码抽哈、哦。我都不晓得现在大家钱很多呢，都直接抽呢哦，没有在密码的呢哈、哦，对吧？是男人就要直接抽叉是不是？啊不，抽是不是？是男人就要直接抽是不是？哎，这怎么抽？这怎么抽啊？什么九芒星阵，紫色光芒闪出，呜啦呜啦呜啦，躲开！一看就知道是个废物啊，不是个是个雷卡啊，不是个普通卡。来喽，来喽！小朋友才密码啊，不行，你这样是歧视小朋友。小朋友也是有他的人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歧视心态，我就真的歧视你了，真的。不然我们不能歧视人，你歧视别人就等于是你歧视别人就我会歧视啊，知道吗？我是说骑马的那个骑啊，歧视啊，对。这看起来是不像大奖的样子，大奖会有彩虹光是不是？两抽 ，OK 啦，紫光啊、哦，所以大奖是什么光？中了，我中大奖了，我中大奖了。真的吗？我看起来不像大奖哎、欸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他好像是大奖的样子哎、欸，欸，对，他是大奖哎、欸，哦，我假装不知道而已啦，哎、欸，那我知道是大奖啦，我在做节目效果、喔，我今天35抽了一定齐啦，哦喽喽喽，呼噜 ，K， 我这次是蛮帅的，说真的，这次蛮帅的，可是我。我知道他才是一般的卡，因为我刚无心流管理啊，真的无心流，真的无心插流，柳成路啊，按包里才中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不要比较不要比较，大家运气不一样不一样，应该可以啦。呜噜呜噜呜噜，看接下来瞎想，这次没分析过，这次一定肯定是很雷的啊，不，他新卡吧，官方还没出来。隔壁用奶抽、哦、这样是不是？这样是不是？嘣嘣嘣，嘣嘣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刚养，没事。小萝莉我敢嘴，温蒂是，很像优助是，对，不要去比较其他什么，要尊重一下，不然你会被我们喵弟处理掉哦。呜了呜了 ，KO， 哦没有 KO， 射精台。没有啦，我刚抓痒啊，抓痒很舒服。我刚才抓痒了、啊，哎那什么色情台，你想到哪里去？不行，这思想我们要端正社会风气啊，嘿啦，你不能想歪啦。就常常有人打百姓的心都打到那个信，我就知道你平常都已经在搜寻很奇怪的关键字，对吧？前面12450，我掀开来抽，掀开。先开，想太多，来了。啊，到底几周才起啊？一抽入魂哦，我刚二抽啊，也不错啊。来了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刚才说彩虹，看不去，看起来不像彩虹啊。身为一道彩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艾尔莎直接变复制人吗？我怎么没印象有复制了？你看我精密分析好了，我自己也忘记了。秀腹肌哦，最近没有腹肌啊，只不过 我至少还没有尾鱼肚，还行。到底怎样才知道是中那个、啊、稀有啊？看不出来啊，有说彩虹是不是？路就大好了后的彩虹，阴凉路。怎样避免分流？就像我这样就可以，你看我就很顺啊，完全不会分流啊。它爆出亮光是不是？每个都蛮有亮光。除了中间突然发光，如果旁边有更多更多的光，更多更多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更多更多的光，有没有更多？看起来不像有哎、欸，都看起来不像有、欸，对吧、啊？看起来不像有哎、欸，4.5%，有人说4.5%啊？35%就至少会中一张才对啊，
1.575张啊。喷紫光，每个都把喷紫光。歌姬有好用吗？你就好了，可以中宠物卡。雷卡都蛮好看的啊！但但你至少他妈雷卡你要卡还不抢，还要一个。哎、欸，欧啦欧啦欧啦！我看到亮光了，我看到亮光，我懂了，欧啦欧啦 ，OK。哎、欸，看，露西复制人就哦，了解了解。了解，你在笑什么啦？干！我刚刚看到很大亮光，我知道那个意思了，我知道了。用喷子在大奖，对啊，这就是没有了哦，我懂了啦，我懂了。不知道、啊、我刚看到亮光，我就那个奶子复制，是不是？今天很晒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想说那个，看我刚看到亮光，我就很兴奋，我哪在看妈的干，说重复的，吓到、哦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兴奋啥？你干大奖，你不会兴奋？对啊，对啊，露西不能复制人啊！哎、欸，我那是露西，怎么办？露西不能复制哦，我忘记技能呢，去看一下我的精辟分析啊！太激动了，不是我真性情啊，哎呀，我真性情啊！干，不是你们抽好卡不很开心吗？我有时候很纳闷哦，我不知道我看过有些实况主啊，然后他抽到好卡，我示范一下抽到好卡的表情，我来模拟一下。就是其他的实况组，我不讲什么实况组，也不讲什么游戏，我看过就这样。我示范一下，假设我抽到稀有卡片，你看我的表情，看我的态度，看我的感觉。他说，我看看一下，会今天我们看抽到什么卡牌？哎、欸，发光了、欸，哎，发光了，发，我在模拟，发光了、欸，哦，我抽到稀有卡牌了，哇，很棒哎、欸，为什么完全没有情绪啊？奇怪了。抽到稀有卡牌不是要看很开心吗？我演的像不像？觉得我演的很像，帮我按个七好不好？我演的很像，你帮我按个七，真的我看过。哦，来，我们来抽抽看这张卡牌哦。我模拟一下，真的觉得很像，帮我按个七。来，我们看看，听说大奖会发光，那大奖会发光。哇，发光了哎、欸！哇，我发光了！哇，我发光了！哇，稀有卡牌耶，好厉害哦！哇，不是，大哥，你那个玩游戏没有情绪啊？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情绪？有看过对不对？就我是无法理解。你想啊，我抽到了，应该为什么没有感觉啊？我很难理解。你好像知道谁，我都没讲什么游戏，你知道是谁？其实很多游戏都有啦，爽在心里哦，超恶心的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讲，我在模仿你在讲，干这样等于是那个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这超淡定的，爽在心里哦，爽在心里，我来示范一下爽在心里，我来示范一下爽在心里哦，感谢 A0989354037， 感谢你抖人代抽，靠北你抖那么多，我帮你拜代抽一下，好像还不好意思哎，真的，我要，可是现在卡灯哎，要今天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吧？要几天抽吗？还是什么时候？你私讯，你那个可不可以私讯我粉丝页啊？对吧？不过还是谢谢啦，还是谢谢。啊、不是你那么多人，哪里又抖个1500？我说不好，都不好意思哎、欸，靠腰。对吧？怕太激动会暴毙是不是？这个抖你很厉害，当然厉害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给我代抽，你确定吗 ？Are you sure？对啊，私信我粉丝页好不好？冰。对啊，你请我太多是想要看我抽还是想要中啊？如果想要中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哦。对啊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哦。嗯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下面7000，我再示范一下哦，那种暗爽在心里的那种，我来示范一下暗爽在心里的抽着的那种人。注意看好了，就是他抽到大奖，他其实很爽，可是他可能怕自己那个太那个。我来示范一下。啊，听说发光是大奖，听说发光是大奖哎、欸。哦，发光了，这应该是大奖哎、欸。哇，大奖哎、欸、！Yes yes yes，
哇哇，我中大奖嘞！哇，爽爽爽！呜呜呜呜呜呜！哇哇，真的很运气很好哎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是不是很像？就那个是内心戏，就是你懂吗？那个是内心戏，嗯 ，yes yes yes， 有没有很爽？有没有？然后，哇，大奖，你怎么可以表现那么淡定啊？就他们点点点，是不是很靠北？是不是？是内心那种感觉？不是、啊、你一爽啊，我懂了、啊，真的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真的。我问一下各位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那种？我来示范一下。假设这个是妹子哦，假设她是妹子，注意哦，注意听哦，假设她是妹子，例如说，例如说你现 在约一个女孩子，约一个女孩子，我示范一下，哎，明天下午我刚好那个要去那个哪个地方啊？那要不要去喝杯茶？等一下发光代表妹子答应哦，要不要去喝这个？明天下午要不要去喝杯饮料？我请你喝饮料。我们去喝杯茶之类的，假设，我只是假设，我们去喝杯饮料吧。然后妹子的回应，发光了。妹子回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忍不住心里叫。妹子回应，她说：“好啊，哦，那我明天等你哦。”干送啦！耶呼！耶呼！哇呼！那明天见哦。耶呼！耶呼！哇！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刚不然这，不是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刚刚应该是那边是内心戏，这边是那个我刚不然，对不起，刚有点激动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是不是在约妹子吗？约成功了吗？心里想啊，好，那我明天我来接你了嘛。然后司机说，哦，送我、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中了还在装？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约过，有没有约过妹子说，哎，大家出来，明天去吃个饭或什么？哈，哇，重点是很正哎，就像我左下角那个正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约过妹子，约成功了，就是这种反应，一波七，有的话帮我按个七好不好？对不对？真的、啊，就表面上其实很淡定哦。哦，那我明天来接你，来最最还有耍帅，我明天接你，然后心情送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懂啊，我也宅过，我知道啊，对，我也宅过啊，我知道啊，真的约到嘞，哇，真的约到妹子哎，厉害了，很简单啊，没成功过。没成功过，你还是很淡定啊。好了，没成功过，我们来模拟一下没成功过的状况。一样，我们约妹子。假设他妹子等下发光，就是约到了；没发光就是没约到。哎，那个等下下那个中午有没有空？我们一起吃个饭啊。妹子要回应哦，一吃个饭。妹子的回应是不要。确定吗？对他确定不要哦，好、啊，那没关系啊。我干的啊，我嘞。没关系啊。那我自己去吃哦。我干的啊，我嘞。啊，是不是？靠呀！啊，你说没有？我刚刚那样像不像？觉得像，帮我按个七。真的，对不对？是没约，有没有表？啊，没关系。然后后面的很生气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我干，哎，抖3000哦，不是抖，我靠，不用抖那么多啊！我操，大哥，谢谢你，感谢，我操，哎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干抖那么多？啊，你是要那个要什么时候抽啊？我先问一下，我先问一下他是要什么时候抽、啊？我边抽、哦。我刚是不是演得很像？我演得很像，帮我按个七。真的，我刚演得很像，你帮我按个七。哎，没有包中的、哦，我先讲哦。对啊，就是干，哦，干，没约到，我靠，嚯、哦！难道我刚做错什么事了吗？就是会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演得很像，对不对？
对，心里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感谢感谢感谢，我看，好举手啊！哎，哦，有出现了，哎，谢谢你，1989354是不是靠了靠边？电话号码我都背起来。我操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一波六哎，真的很六哎，我操！什么这一万哎？你不要太夸张，你们，当人家钱不是钱哦。感谢感谢感谢，开心就好了。新年新希望哦。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他小朋友听到我喊欧拉会很有反应哎，哎、欸、很有意思哎，有一个观众，他说他的小朋友抽卡，他说玩其他游戏会喊欧拉欧拉，小朋友都快出事了，喊欧拉都会很有反应，他的小名就会叫小欧拉，你知道吗？真心喜欢我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可是你不是说你有私讯我吗？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私讯？对啊，为什么没看到私讯啊？招牌有 K 没有 O 的，哪时候搓台板？等他不会分流的时候啊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耶，你是私讯我的粉丝页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样就抽起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还缺那只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只是保底的、啊。对啊，那我妥了、啊。那我妥啦、啊、OK 欸，我没看到你私讯给我，怎么办？有吗？所以就是要保底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刚好私讯给我吗？我们找不到，被洗掉了吗？哎、欸，你是私讯到 G 8 Game 还是私讯到平板信的？我忽然间想到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只说艾尔莎还要抽下去吗？你可以先看我实测啊，因为我觉得艾尔莎是最强的，我实测给你看嘛。啊、如果他真的弱，你就不用抽啦。我判断的不代表一定百分之百正确，但是至少我觉得有八七八像吧。我听到噔了，应该是不是有了？对，你知道现场抽还是现在抽还是怎么样？刚才那个干爹，那个，对，一能力许可，不要过头，这样看大奖，他旁边会有星芒。你是在哪边私讯我啊？我没办法看到你啊。那个 A0989， 对啊，0989，你的那个，你是在哪边私讯我？好像找不到你。没看到你，你知道现在抽还是那个、啊？因为台板现在卡住了。哎、欸，干！我现在已经有三大奖了，所以这还 OK 了。
来了，倒数喽，还有三抽哦，行吗？喜憨儿基金会诚挚祝你，我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要寄信给我？哎，这么巧，我们看一下吧，我们看一下喜憨儿寄的信，对吧？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可能到，好，我好像有填资料，哎，看一下，哦 ，Happy New Year 啊，祝新年卡，哎，其实我讲真的，不用花这个钱，哎，我讲真的，这个其实对我而言，我觉得不用花这个钱，因为把这些钱拿去帮助小朋友比较实际啊，说真的，你们要花这个人力，花这个，说真的。对啊，而且说真的，会拿来用的人并不多。我讲实在话，真的把钱省下来，拿去给那些小朋友比较实际、啊，就是给他们一些，例如说环境或什么之类的嘛。公有啊，就是我们做公益，不是说那个干嘛的。其实真的我没有花很多钱，但是有时候是花蛮多啊。有时候那个几千的是比较多啊，就像干爹那个抖也是抖好几年，我觉得蛮多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帮忙那些人，那主要是我们去做，别人也会跟着做。你懂吗？你要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，懂吗 ？FB 在换手机要登什么？登不进去。啊，你没有 FB 怎么登？对啊，你要有凭证啊，出资的凭证啊。只有说全集啊、哦，恭喜恭喜，感动哦，哼有你们支持，我才有能力去帮助这些人呐、啊。讲实在话，这个是相对的、啊。好啦，应该是最后一抽啦，各位观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I have no 九桃 ，I have no 九桃啊啊！最后一抽 ，I have no 九桃啊 啊！不行，我知道，好呀，我还可以领十头，哎你呀、啊，好嘛，看最后一抽就没十头就尴尬了，这个干抽之前要数一下十头，抽之前要那个，好嘛。FB 账号，那你要找官方有干，这个我没办法帮你处理，对吧、啊？因为我没有处理过、啊，来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来跟各位示范一下，其实最不适合在女孩子面前表现的一个态度，适不适合其实也不一定哎、欸，要看人哎、欸，因为有的女孩子可能会喜欢你很真的那一面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可能会喜欢很真的那一面，对吧、啊？比如说。某某某，那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？我来示范一次，等一下要不要去吃个饭、啊？就那女孩子就，哦喽喽喽 ，K O， 他说好，他说好，这时候我们的反应，我好开心啊，都没有人陪我吃饭，你愿意跟我吃饭，我好开心啊。这样也是，应该也是可以，我是这样想。不然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你们是女孩子，假如你们看到这样会怎样？对啊，你们是女孩子，你们看到这样，也要看到女孩子、啊、比较母爱的，她就说：“啊、吃个饭也没什么，应该会，这招好用，是不是？就很真啊，我觉得这很真啊，对吧、啊？啊，我正常啊，说正常，我是真的不可能那么夸张啊，是实在话。”OK 啦齁，反而你 FB 账号登进去，可是不是你的账号，而且你出了9000多，哇，那是傻小，你出9000多 ，OK 啦齁，35抽起啊，今晚金发就是这样啦，了解了哈。